谢我们农委会，我们徐组长啊亲自来给我们加油哈。周乡长，给咱屏东县的林处长，也特别感谢咱陈文佳执行长，今天真感谢孟时代的那个吴经理，提供这么好的所在，给最好吃的山啊，在这先给咱乡亲，近水楼台先吃最好吃的冰沙啦吼。我要跟大家讲讲，不是讲阮做屏东县的县长还是乡长的老王卖瓜。其实我几十几年前的走遍全世界，那是有山的吼，就特别吸睛吸引我的目睭，然后就给试吃。到今，我很肯定说，我们台湾的芒果，特别是邦山的山啊，我们是走遍天下无敌手。一方面就是，伫邦山依山傍海，日头直影，赤炎炎，迄个日照才是不够。还有海风、海水，迄个咸，一个咸湿的海水安尼。海风又是温柔的帮他在成长，所以吼、风色足水，低度加低。一个上界重要的是，全世界所无的物件，虽然伫墨西哥某这款品种接近咯，但是咱的山啊吼，也是吼较熟的时阵，我教大家来看阮山啊有够熟无，就是若是讲我皮吼。小可有裂，开始咧裂迄阵，爱就是上香啊上好食的时阵。你问讲我爱足金菇啊，足甜食，迄阵已经有色啊，无唔对。若是小可有裂一下吼，迄个规个咱个房间吼，就香滚滚。所以色香味啊，拢伫咱只山啊里。我两年前伫台北的国父纪念馆。一条街叫永康街，迄款第一次吼卖咱屏东的山啊冰沙，吼、开始卖第一年尔，就伊生意就好个，排队排到有够侪啦。即摆迄地点吼，因为市政府有意见，讲迄地点吼，毋是伫迄个营业区内底卖晒，哇！伊就刷为了吼永康街。那三千就没落了啊！你甲看讲，这条山的威力有够大的威力啊！所以今天真欢喜，芒果成熟时的时阵，来互甲大家分享。我甲大家报告，你即摆来伫网购吼，通常差不多一箱拢差不多一千块啦。毛迄个八粒，看到阮厝里甲我讲，讲八粒吼。讲还阁卖899块哦，所以还阁这个技巧吼，伫网络上都卖个足好个，我建议大家网购，若无就是来孟时代家，即个拢上好食个山药哩，今仔日有好食无好食，试看嘛就知影啦吼，一人是毋是食一杯尔，若到来才是排队排遮久，遮热。是不是陈文佳执行长会当加一杯杯啦？会使吼，真多谢执行长啊，互阮遮，你啊看我来就是要食一罐去啊，他那个小姐很体贴，佮我加一罐啊。好，大家来甲屏东、甲台南的水啊吼，台湾的水啊，会当小到日本、韩国，即马中国大陆嘛，甲咱订个足侪杯哦。来给帮助咱台湾的农业，咱农业永续发展。谢谢你，多谢你大家的拜登，谢谢。谢谢，再次感谢咱曹县长吼，哇，真正有够赞的，起来好康的吼，给他发送下去了吼，较等下吼，本来咱。